接下来有请演员毛晓彤。请毛晓彤走上盛典之路。在电视剧《问心》中，毛晓彤饰演了心脏中心重症监护室的主治医生方小然，同时也是周晓峰的妹妹。方小然三观正，情商高，可爱的外表下是强大的精神内核，不仅治病还治病人的心，是观众心中的小太阳。好，请晓彤在我们的拍照区留念。好的，欢迎毛晓彤来到我们的采访区。今天非常的漂亮，好，可以接过话筒。哇，我觉得刚才看着晓彤一路走来，我感觉我自己的内心就被太阳照耀一样，因为晓彤在《问心》这部剧当中饰演的方小然这个角色，你看晓彤、小然，没有人会不喜欢方小然这个角色。谢谢。那晓彤，你觉得这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你算是本色出演吗？一部分吧，我觉得可能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身上的一些特点融合在里面，当然我也希望每一个角色都有更多的不同点被观众看到和发现。演员扮演医生这个角色其实挺有难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医学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学科，而且又是重症监护室，又是心脏方面的医生，这里边的这个揣摩和把握，你感觉最难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难的是分寸感，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因为小然是一个特别有同理心的医生，但其实作为医生，过于共情是大忌，所以拍摄的时候一直在跟导演讨论分寸感这个问题。对，医生的心要热，但是头脑一定要冷静。对的。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呢，被方小然这个角色温暖着，我们希望之后呢也能够被晓彤之后在电视剧当中饰演的角色所散发出的光芒持续的温暖着。谢谢。心中都有一个小太阳，不断的去给大家带来光和热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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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彤，期待你新的一年的表现。